为如来性无上正定觉，即无上圣谛，以诸众中诸大士诸佛转妙法轮，得大自在，明无所畏心，用心来体会啊，如来啊，释迦牟尼佛，就像已经成无上正定觉，佛陀所觉啦，是觉众生心啊，本具万法啦。只是众生心迷，成为凡夫，佛陀觉悟啦，所以称为如来觉者。如性如是化啦，如是众生所具有的法，佛陀啊，以这个真理而来人间，立众生啊，众生在法中迷啦，佛他就是来度众生。安怎度啊？佛他累生累世来人间，因缘成熟，还是呢现象人间修行成道，这是一个新教导，叫做新教。有相，法本来无体无相啊，就是啊，爱以相来说理，那不是释迦多太子降生在皇宫啊，身为太子，在人间一个国家。举足轻重啊！太子出生了，举国欢喜哦！这个国家有太子了，一来到人间就开始呢，大家人欢腾，这就是降皇宫啊！开始就引起了。人的注意啊，加比罗为国，国民啊，人人都在注目太子长大的过程，所以不只是皇宫的重视，是全国人民的重视。这一大汉的这个过程啦，这个过程呢，太子啊，与平常的人，甲平常的囡仔都无同咯。他智慧超人，真侪老师啊来教，伊总有一种。以前不懂的观念思想，这都是已经是基础啊！这法生生世世啊，带着伊的真如本性，明明朗朗来人间，从细汉都有。甲其他一般的囡仔无共，一般就是学问真高，
还是呢，叹为不如这位太子哈、哦，不如太子啦、啊、的观念思想，超越了人类的看法。世代都是安尼，思想改革，大家人认为理所当然呐、啊。啊，就是世代都是安尼传，唯独一位太子啊，认为不平等、不公平，同款是人类，为什么都要分这个种族的阶级呢？何况苦难人啊，列为贱民，永远永远。就是对待啦，安尼一直世修，一直安传落去，就是贱民都是贱民，那世世代代都是。那认为唔对哦，应该人类呢应该是平等啊，但是要安怎平等，无法度。和大家人真体会了解，想要安怎会当将人间呐的心态呢，可以超越出来？唯有心观念会超越啦，才有法度呢，打破了思想阶级。这种的观念，所以一直累积累积啦，哪怕将来啊是成为国王，也只不过呢一个国家要转动百姓啦，甲这大臣、王亲国戚，这种的观念并不简单呐。所以他认为一国之王解决不了这种问题，所以超人的思想脱离皇宫啊，现出街上，又是在国在起一波的波动，全国人民真惊烦恼开始啦，大家人都还是直直注意呀、啊。太子的安危，太子呢的行踪，太子呢将来等等啦，这就是已经呢一来到人间啦，他就已经有影响迄个国家，以。慢慢修行，修正觉啦，众生的迷，已突破了迷，敢是今生出世才突破了迷呢？不是，是一切因缘呐，就安尼现象，爱有相，才慢慢呐来接引。将安尼一点一滴啦，来侵入人的心啊，人的观念啊，安尼呢，一直到行政局啦，又是全国机构啦，也是真正呢震撼。太子升多啦，太子升好啦啦，真呢。也是很大的影响啊，就是要有这样的影响啊，才可以这个宗教政团啊真顺利成立起来。初到五比丘，这五比丘呢也是有名望啊，是王亲国戚啦，
有具备有积备呀，哎，安尼来对着佛陀出家咯，这安尼修行过程，无不都是一路行过来，成如是法，安尼一路自来呀。不管是从生活了后，也是一直呢，到个最后涅槃，这一条路的过程啊，真正是因缘呐。所以如来成无上正等觉，安尼说话啦，将声闻的教育。安怎用声音顺顺善诱啊？投入正团，那就爱顺规踏矩呢，接受佛陀的声教，所以了解苦体人间的苦集来啦，这。人人的观念、思想、无明、行为等等累积啦，所以成为苦。苦的道理安尼来呀、啊，啊，苦真苦，所以大家人真惊因缘呐，果报啊，是不是因缘将一念无明。意识动念呐，一念无明起，那因缘生，甚至因缘安尼滴滴延续落来，因果接受啦，不只是接受四体法的道理，也个接受这个因缘果报观呐。啊、哦，这因缘果报，一念心一动，那无明都散发出去，但因都惊啊，还是独善其身呐，唔通去动着一念的无明，就是哎，甲人计抓，唔通惹起了人来困扰我。安尼的观念，所以呢，声闻缘觉都是自求解脱，这叫做小圣教。当然啦、啊，佛陀用42年的时间哦，要净化人心呐、啊，就给大家人的心一动。戒定慧，这嘛真无简单呐、啊！这功夫也嘛，咱的心思啦，就是啊，无一时刻，这个思想观念，无一时刻呢不再动，都、就是在虚幻不实的环境中啊，真多的思想观念。在虚幻中啊，如梦如幻，哈、啊，想入非非真多代志，啊，伫咧想啥货呢？哈、啊，拢无实体啊，都亲像梦境共款。因为想真多啦，这个想甲想哦，想就是想。日时头的形象啊，那印挂伫心灵，心带着日时，那白天呐、啊，真多的心念呐、啊，带入去睡眠的中间，这个心啊，念不忘，那也带入去梦境虚幻。的梦啊，真多啊，真的，
这是咱的人生，其实呢，人是凡夫啦，想入非非，迄个相印伫心灵，带入睡眠中去。真正有修养的人啦，啊，梦就是梦嘛，圣人无梦，梦境是虚幻。这连儒教的修养啦，都会当弃敌杂念。佛陀呢，当然啦，也是爱净化人心，唔通动不动呢，都是执相。即个相啊，那即名即字等等啦，就唔通执着，这就是如来要来净化人心嘛。前面也讲过去啊，那都是因为伫相，所以心有起有落，自然都有转吼，那就是转伫这个境界里。佛陀爱叫咱心爱清净，心是心伫咧转，唔是境啦。所以咱前面嘛有讲到，是准伫咧行，行离开欢啦。啊，咱每人就是讲欢离开准。到底是准离开欢，还是欢离开准呢？应该是准移啦，唔是欢移哦。所以咱爱有安尼如实啦，真踏实、清楚，是非，是伊离开。伊也是伊转离伊，吼，那拢爱真清楚，因为咱的心嘛，应该是不动不转，自然的，心外的法啦，都不生不起。其实啊，天地宇宙间呐，原本来都有的理。咱目睭所接触到的，事事物物啦，都有伊的理存在。所以说，咱的心嘛，为着这些物质呢，咱起着贪念，咱的心就起着物的形象，去甲伊分别啦，是啊。价值的是无价值的，无价值的物件随手弹掉去，价值的物件就是包装装掉。这种分别相啦，无好好想看卖咧，和你随手弹掉的物件，是你生活中需要使用的，遐个和你。修的苦种林，这些物件是已经破坏山河大地所取得的，珠宝等等啦，这些物件在你生活中只是装饰，但是为了装饰，名称是宝，惹来了人间的偌多。纷争、烦恼，这就是咱众生啦。真正是咱生命中不可缺少的，咱随意甲淡掉去，变成了粪扫。那在咱生命中呢，并无真需要的物件，伊甲当成是宝，这。就是颠倒啊！咱爱用心去体会，发好咱慧命成长，在咱生命中呢，真重要啊！却是咱呢
人人拢是疏忽掉了救法的心。看看国外企业家专程来，要了解呢人间菩萨的法啦，十几个国家就是来了解呀。主席，这个宗门是安怎开？经书的法是安怎传？什么款的法呢？会当让人一条道路行？是用什么款的门安尼入来的？因用心来体会，体会了后啊，欢喜呀！这就是遥远的所在，无受路途遥远啊！一心呢，就是要来探讨这个法啊，用什么法用在人间，对己对人，都会当安尼真和平，社会祥和，家庭和睦，这是一个法。人甲人的中间和合协力，吼，要安怎样？会当安尼创造了事业甲道业平衡在人间，这就是需要了解，这走入角度啦。佛陀就是安尼，如来如是法自在人间，就是要引导人人呢走上这条的角度，指引力。一种迷的境界要离开，执着相啦要离开，安怎样让心清楚，方向正确啦？就是安住咱的心，不动不转，法就自然呢，就是拢真平定啦，法的平定。看法啊，人人呢都会当有一个方向吼，所以讲风那是指啦，自然呢，迄、那个注意都真清啊。风那是头呢，那注意都会叮当啦。你若看一乌水底下，你用手甲捏一个小小的手啊，一过啊。迄、那个风水都会动啊，水若静呢，你徛伫水边啦，水会照到你的面哦。也那是，小小啊，热一个啦，迄、那个水就开始动，你的面呢都模糊掉去啦。所以，这个风啊，对倒去是心气的风。所以人爱心不动啦，自然呢，这个风静波定啦，都真定清啦。心法性一如，心甲法啦，一性呢是一行相，其实那这相也是由咱心伫咧转啦。是因为安尼有烦恼的形象，要安然自在的相。佛陀教育人，你要方法，要安怎去克服真多的困难？你的心要清楚。自然呐、啊，世间种种困难的境界，你会当避过。所修行的过程。或者是要方法的大心，自然呢在安乐行中，你付出啦、啊，无所求，听到诸者菩萨呢，已经等来真多天咯，那几千公里的遥远呐，因专心一致，就是等来呀，要安怎样？把这个经济法更加清楚呢，带回去了。
安怎样来培养当地呢人人那一份心的方向？要安怎样经济挂断去去保险经济？在迄个所在完成迄个功德点，真呢是因的心愿呐、啊，真精进哦。这就是安乐行，真欢喜，因抱着欢喜心嘛，安尼转来求法啦。这都是爱记无上圣地啦。咱哪会无爱快快乐乐去游览呢？为什么爱辛辛苦苦等来吃伫咧取经呢？等来吃，大项都真无方便，但是呢，亲像等来厝的同款，安尼真自在，嘛是一点是吗？所以既无上圣地，原来是真有智慧，所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。佛是安尼伫咧修行，咱现在嘛是安尼伫咧持法啦、持经啦，所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平等啦。所以足大殊诸佛专妙法轮，咱若安尼有经历过这种的心路历程啦，就会当真踏实安尼呢讲。如是我闻，那说如是我见证，吼，那这就是不离其境啦，无法度呢去了解迄个境界的内容。那佛陀就讲悟了天地啦，宇宙万法，所以伊也无畏心嘛，就是伫人间呢出大音声。无分什么款，也多啦，伊呢了如指掌吼，所以他说法呢是无所谓，得大自在，明无畏心，佛陀如来会讲哦，就是安尼经历过，咱现在呢求法啦，嘛都爱经历安尼的境界吼。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啦，那无法度讲，亲像玄奘法师下过来去取经，唔免啦，也无这个环境，也无需要，何里去到位取经？现在那都爱求法，不管去到位求法，也爱安尼的心态，这玄奘法师的心态。安尼来去求法啦，也爱亲像呢，佛陀伫咧修行，这个心态呢，众生平等，这咱一定拢爱有诶吼。所以咱要弘扬大乘法，也都爱安尼行，正面诶文呐，那就是吉比丘尼，欢喜巧家。会当亲近，啥物袂当亲近，咱应该爱真清楚吼。过去咱已经讲过了呢，真多啦，你唔通亲近，恶的知识莫亲近啊，撇开啦。现在已经来到吉比丘尼呼吸巧家，这虽然是名称修行啦。但是呢，道心也无齐全，所以因就是拢总吼啊贪着啦，伫虚巧啊侵着在五欲啦，求现灭道，或者是呢求现在啊，都要下当拢总解脱啦吼，那未得为得啦，这种呢以为我。
解定慧修真好啊，法我拢了解啦，我今生都要灭道啦，未搁再来人间，敢是安尼呢？这唔是佛陀要教育的目标吼、哦，出家人是安尼，搁有优婆夷吼，优婆夷就是在家修行的路子，在家的修行者呢？不是道心坚定，真正伫咧修行，原来是吼啊信啊无信啊，啊信未彻底啦，干那伫咧求福报啦，真诶，不是彻底，真正是学佛诶基础路吼，那亲像安尼啦，即种诶路就啊希望即修行啦。比丘哈，修行者呢，吼，唔通伤清净咯，吼。那下面接落来呢，就讲啦，若是人定啊，以好心来到菩萨所啊，为闻佛道，菩萨即以无所畏心，不怀希望啊，而为说。这段咱都清楚吼，那佛啊啊为大众说法中啦，伊是安尼泰然无所谓啊。那伫方便品里呢，那嘛已经拢有看到啊。佛陀是以无碍地力无所谓。佛陀伊伫人间呐，伫咧说法吼，伊爱要互咱真清楚，会当修行的方法，你爱精进，爱道心坚定。那道心也未坚定的以前，有人间遮尼真多的陷阱，啊，遮个陷阱呢，拢是人的心态，人的心态。有这么多种啊，心态无同，生活无同，行业无同，你什么代志，你道心也未真坚定，你爱心片面安尼的环境，这就是佛陀提醒啦。佛陀呢，以用无畏的威力啦，来为咱说是。以灰灰你都唔通接近，是你都爱赶紧精进吼，这是佛陀的大威力吼，作事之福，这就是咱爱真正用心体会佛意。若是人定啦，以好心来。就是遐个人，咱唔通家己主动要接近。啊，亲像遮个人呐，那有真虔诚、好心，就是虔诚呐，真虔诚、真认真、真想要了解法。有安尼个人，我近来啦，来到你这新法义的菩萨，想要弘扬大乘法。的人，我进你的身边来，那为着要求闻佛法，这些人有虔诚，要来求你，甲我讲大乘法是啥物？哦，那是安尼啦，伊来咯，所以为
闻佛道，就是要求闻安怎修行，才会当成佛。这种的人呐、啊，就是好心，就是诚意，诶，心意吼来啦。那亲像阿弥呢，菩萨即以无所畏心，啊，你都唔免烦恼，吼、哦，都亲像佛陀同款啦。你知影偌济法啦，你都该讲偌济啦。但是呢，不抱希望，不怀希望啦，都唔通呢有希望。是讲我讲话，你都一定爱接受吼，因为伊虔诚来，咱啊用心甲伊讲啦。但是唔通想讲伊有啥物回报要予咱吼，那是要接受，或者是呢要供养，拢唔好想这个代志吼。家己爱心安好好，唔通呢将来的人呐，咱。有所希望吼，啊，只唔望伊真正接受正法，会当净化家己的心吼，那会当安尼啦，那尽量可以知影，尽量可以弃除烦恼，尽量可以慧明正道，那就是付出的心态，唔通想要。求回报的心理，所以不怀有所希望，唔好有安尼希望，所以殊当安详为说法，就是一心付出就对啊啦，唔通想要求回报，这就是不怀希望吼。回馈的希望，或者是呢名利的回报，好，唔是讲我是真会讲法的人，我讲予你听，啊，你都爱去甲人点咯，点你听啥人讲的法，偌好偌好，咱唔免要求伊安尼吼，总是任何呢，咱都无所要求，就是为伊说法，予伊去除烦恼，是咱唯一的目标。为是一心啦，说法无求希望，弘令学谈，弘宣大法。咱爱有这个心啦，就是付出付出，无所求。主持人就是安尼啊，无言代主，动体代笔。这个人跟我无关系，不过呢，哇，还是因为伊有苦难，我希望伊改变迄个苦。专靠为乐，我愿意付出，其他无所求吼。这就是会当打起如来家业，会当呢弘宣大法，这就是咱爱学的咱的目标啦。所以不怀希望呢，古早人啊都有安尼哦，就唔捌为着你来讲一句话。唔是讲我因为这个所在有利益，所以我来甲你讲话，唔是哦，吼，也嘛未讲哦，因为法啦，来受一分一毫的供养，受这个钱财的付出，未，吼，伊未讲你爱付出给我，啊，我才给你这个法，无啊，这法是安尼。安怎样会当利用人群社会祥和？多位需要，那我都来去讲啊。
这种心得分享，不是为钱财啦来付出你的法，不是法，不是要给我们买的，是要给我们弘宣，给我们弘扬大法，这是我们的责任嘛。所以我们要真用心去体会。接下来一段文，那就是官路处路及诸不难，皆勿亲近，以为亲好，亦勿亲近。那道理开会吼，那颠倒虚波为利杀害，这些人吼，咱爱真用心来体会吼，官路处路啦，及诸不难。这应该前面的文咱拢讲过去啊。官路呢，那就是已经无先生伫身边啦，他单独呢，女人吼，其实是也未嫁呢呀，闺女啦，这咱总唔通安尼单独去接近，这嘛是向比丘所说的话啦，因为女性呢，有些人啊。在道心受影响啊，所以佛陀他就是再三警惕哦，那唔通挖见这种这个单独的女人呐，或者是五种不难，那就是心理状况啦，那心呢无法度真正向哦，身心忧困，但道心也会真坚定。可以呢，安尼优先，但是呢，唔通安尼呢亲近吼，那唔通亲，唔通近吼，这就是证明咱也有小讲过去啦吼。这类似安尼人，皆勿亲近呐，以为亲吼，就是安尼亲亲啊，定啊到顶安尼颠摇做一下吼。唔通吼，欲莫亲近道理开会吼，那就是唔通去亲近呐。再其他就，咱爱真用心去了解吼道理，那就是为利杀生呐，或者是呢，这生物啊。不只是杀啊，搁第二个毒啊，吼，那又变成了呢，真澎湃的菜肴，这种种叫做毒理开会，毒就是杀啊，分瓜鸡肉哈，是毒，那开会吼，那是细细个毒啊，这呢就是开会，看看这咱爱片面。所以一定要提倡，尽量不要杀生，唔通杀生啦。尤其是现在啦，气候极端啦，这若要以宗教观来讲呢，众生作业太多啦，杀生真多啦，因缘果报啦，这个得反扑啊啦。现在的科学嘛，安尼讲啊，就是动物类啦，嘛是真污染大地啊，人口遮侪，动物搁遮侪吼，那尽量啊，就是卖刻意去用吼、哦。天地呢，有好生之德，任何一种的生物，可以自由、自由的环境、自由的境界。唔免刻意去捉养这些动物吼，自然呢，都袂愈来愈多，那污染愈来
愈大吼，所以爱片面，这是现在呢世界诶环保诶观念。但是伫佛教、佛陀，就是从两千多年前就一直提倡啊，众生平等，唔通呢去杀害众生啊，就杀实在是作孽吼，所以啊。颠倒虚破，为利杀害吼。电，那就是会经啊，这个禅啊，是安怎经啊？平地的禅，有的人呢，这个修习起来了后，涂骹也阁有稻谷啊，也阁有杂草，也阁有等等啊。因有时阵是用火烧啊，咱现在嘛常常看到啊，这个。这个火根吼，那这叫做点吼，那种地啦，那放火烧草啦，或者是呢，伫咧经营土地，即呢用放火烧，一去烧着真侪的生物。那咱即慢慢讲，放火烧呢，嘛是污染空气啦，所以唔通吼，所以用胶来。去拉吼，那去怕拉啦，啊，有迄个拉欠嘛，啊，去堆呀、啊、吼，看到生物伊就堆呀、啊，那就知影爱去怕伊吼，所以亲像安尼拢是接近杀生吼，因为迄个火精嘛是会杀生，糖拖顶顶吼嘛会杀生啦，那这个拉嘛是杀生啊。那希望吼，拍开啦，那掠鱼啦，真诶嘛是杀生，所以这拢总是为财利国而行杀害吼。颠倒就是下劫禽兽，颠就是用火攻吼，那下就是拍啦吼，这拢总是。真无好诶动作吼，所以为利杀害有诶呢，是完全是为着无生，所以去从事杀生诶行业吼。所以大家人真正爱用心，用心在咱诶生活中啦吼。那咱若是无好好用心呢，惊伊咱动不动啦开口动舌啦，那。也会去做到业，也咱呢，那心念无坚定啦，咱也会真紧呢，心就会起浮动吼，会动起来。这呢，咱都要真正用心，一念好心，会当做真侪好代志啊。那开口动舌，无不都是起手动脚，无不都是起心动念，无不都是。所以咱伫日常生活中，心顾好方向，爱对好准吼，对准的方向，无不都是利益人间呐、啊。所以讲起来，人心啊，一动念呢，会当做遮侪好代志；一动念呢，有遮侪呢不当的行为，都是一念心。所以咱爱时时。多用心啊！